的那个鱿鱼就放在那个烧烤，就放进去没几分钟嘛，就乱动，我都没注意到呢，我在吃别的东西，我当时觉得好恶心啊！哎呦，你想还能吃得下去吗？就简单吃点水果就走了呀。可能是从什么地方掉下来的，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天气热了，当时他们也没有吃到，只是看见了。那我是说赠送他们一箱饮料，再有两个女士就是说她是不用了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